哦，你看，家福，北台南家庭扶助中心，家福中心，在兴国高中的东边呢，在兴国高中体育运动场的东边呢，在兴国高中北边的运动场呢，兴国高中北边的运动场，哦，你看，兴国高中东边的发展。兴国高中东边的发展50多年后，就盖很多大楼了。兴国高中东边的发展，兴国高中东边的发展，90年代哦，开始发展这个新东里这边新东里，然后你看有兴国高中，哦，兴国高中，本来东边这里都是稻田农田，现在中华民国108年。才10多年哦，10多年就发展了，盖了很多大楼，发展得很快啊。然后新营又有后火车站了，新营后火车站又可以用了，今年108年开始，新营有后火车站了，那东边可以发展。